哇哦，哇哦，我屌！大美丽，大美丽，干啥？你来，快来啊！你叫我来就看这东西，大师兄，你口味变重了。什么口味变重了？不好看吗？就是啊，人家不美吗？你干啥？我跳的不好看吗？你把脸转过去，一天骚了骚的，你也整得正灵的，快滚！哼，讨厌，你给人家等着，等死吧你！你别走啊，你买棺材吧你！大师兄，你你笑啥呀、啊、你？你别跑，我审美不是这样的，大美丽，你给我站住！大美丽，你还不知道我的审美吗？嗯嗯，知道，可是我就是忍不住想笑。嗯。就是他们，下车，快点！大哥，你看是不是他？大。兄弟们，我跳的好不好看？刘别，好看吗？不，呸，一点审美都没有。哎呦我的妈！搞笑，我是认真的，我是大师兄，点个关注吧。